区小小的弹丸之地，只有0.5平方公里，却有14家百货公司，而餐饮更是他们的金鸡母，因此有不少餐饮品牌也锁定了信义区，特别来这里展店。那有什么样的特色？为什么来这里展店？我们来听听业者的说法。所以我们对这个点非常的有信心。那另外的话，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，就可以直接进来这边。我们在街边店的话，一天的来客数大概是500人左右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预计会成长2到3倍。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放在 一天至少有1000个客人这样子。信义商圈，然后有众多的上班族群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就是有增设了50个座位区，还有现点现做的一个即时的柜位。小姐，好了，这是你的 A5 和鸟寿喜烧哦。谢谢。像是为了做出区隔化的差异，另外一家百货的顶级超市呢，则是有现点现享用的享食区，即使是像让高级的 A5 和牛都可以现点现吃，抢攻消费者的胃。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况。